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，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，我们坚决反对。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，不自量力，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，加剧台海紧张，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，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，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。